要不然他早上就会试这个吧？应该是吧。嗯，到了也是勾一下就开。其实这样距离没有很远。被他们操了两天都快死。你敢操？敢哪个？你操！你敢操的？操到笨嘞！好像也应该要出来。
是加速。加速哦。我觉得如果有空拍机来的话，应该是。哦，对啊。哦。那为什么屁股摇了一下？我这次都带这一颗而已。你们去山上那个是天主教的。天主啦，他这边都天主，他这边就要天主，西班牙、葡萄牙进入天主。嗯。怎么看？那、啊、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韩国人那么多吗？因为韩国人天主教很多，哦、比例超高的。对啊。下车了是吗？是的，不然就要再上去了。他可以一直坐，一直坐，一直坐。可以啊。他好像没有工作人员。就卖票的而已。对啊。哦，一直卖票。因为是刚刚那个缆车站。要多少人也说不上来，那没办法，只是说你可能平日的机台维护保养就有问题。对啊，他们那个好像都对啊。其实这样也蛮方便的。好，现在人那么多，我们是第一批的嘞。对啊。天哪，现在人那么多。出口跟入口都是同一个。妈妈，刷死电脑了，刷。要撞到。Passare qua.
没有啦，我再去挤嘛，走这里就好了。